啊，他咬你了，翠轩叔搞的吧？哎，叶叔，跟你说，动物的唾液是有细菌的，我建议你啊去打两针。他把你折磨成这样子，你还帮他留在俱乐部打工？我不是为了帮他，我这个人就喜欢较劲，谁愿意跟我对着干，我偏要跟他对着干。哎，云海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引狼入室啊！ 以后你还怎么去俱乐部啊？一山不能容二虎，知不知道啊？但是啊，一个公老虎和一个母老虎倒也挺有意思的。吃饭吧。不过，这个母老虎可创了我们学校一个记录了。什么记录？爱丽斯顿学院第一个打工妹啊！<笑><笑> 被我们整服了，居然没还嘴！打工妹，今天不用上班吗？迟到了可是要扣工钱的。 哎，这可是第一次有人向我们挑战，你可不要当缩头乌龟啊！我现在有人吗？
快点去对消失。如果你失败了的话，只有在我的面前低头认错。反悔的是小你当屁。小雨，你去登山啊？登你个头啊！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。给我？嗯，你看，头盔保护你充满智慧的小脑袋，还有护具保护你强壮的四肢，还有这个棒球棍，威力十足，让你的战斗指数直线上升。就，我还给你准备了创可贴、云南白药，还有。还有壮骨粉，我还给你准备了脑白金和西洋参含片，给你。脑白金？这都是给大爷大妈喝的，你给我干嘛？你不是跟云海宣战了吗？斗争就要全副武装到牙齿。好姐妹，我永远支持你。我看该喝脑白金的是你。我带着这些东西是去上学啊，还是演古惑仔？去，我不要。哎，你得这么想啊，云海他们那可是四大恶少，你一个弱女子要是不做好准备，怎么跟他们斗啊？到时候你要是败下阵来，可别找我哭鼻子啊。我才不怕那个猪头，别人怕他，我才跟他们不一样呢。我就说嘛，我从来最崇拜你了，你可真有勇气，简直就是现代版的都市女侠，仗剑走天涯，除恶扬善，打抱不平。雨荨，这些东西你就收下吧。我看你是无聊的武侠小说看多了，我可不想还没被云海打败就被学校的保卫科叫走。雨荨，我可真佩服你，要是换了我，早就吓哭了。我要把他带给我的，加100倍偿还给云海这个猪头。一定要他在我面前低头认错。雨荨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